谁？叫温柔一点好吗？瑞瑞，你叫温柔一点。你说，妈妈，你说整整。妈妈，你要叫温柔一点啦，不要用吼的。瑞瑞。他一个胖胖的什么？哦，他一个胖胖的大肚子哦！谁要摸摸大肚子？摸摸大肚子啊！啊，摸摸大肚子哦！好，摸摸大肚子。哎，摸摸大肚子啊！摸摸一下大肚子，这边摸一下大肚子啊！小鸡查理爱吃小麦，所以他有一个强壮的大嘴巴，大嘴巴哦！摸摸大嘴巴。对，摸一摸大嘴巴，啊，来摸一摸大嘴巴，摸一摸大嘴巴，哎呀，甜甜摸一摸大嘴巴，甜甜摸一摸大嘴巴，哎，你摸一摸大嘴巴，哎，摸一摸大嘴巴哈，摸一摸大嘴巴，嘿，好，这边摸一摸大嘴巴，啊，好，再来哦。小鸡查理爱吃谷粒，他吃了好多好多的谷粒，所以他有一个又轻又长的大爪子。等着摸摸大爪子，等着摸摸大爪子，哎，大爪子，哎，摸一摸大爪子，甜甜来摸一摸大爪子，甜甜，甜甜摸一摸大爪子。